这个时候一垒手接球，传二垒，再传一垒 ，double play！ 哇，真的出现了第一志愿呐！哇，那三六一的 double play， 罗俊麟还有挑战的机会哦，完封完封哦！哇哦，这个时候呢，马斯克斯克打了一个三六一的 double play， 让郭俊麟一下子抓到了两个出局数，两出局，三垒有跑者。生涯第一次的完投完封，只需要再抓一个出局数，用球数来到98球，第一球就出手，内野滚地球拼速度，三垒手接球传上一垒，有了，再见五传三，恭喜郭俊麟99球完投完封，哇，真的是生涯的第一次啊！这场比赛呢，郭俊麟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投出了在中华职棒生涯第一次的完投完封。九十九球的用球数，完投了9局，仅仅被打出了7支安打，一次的4坏球保送。